先吃了个眼珠子，养眼。这还有个，这个羊肉，等一下我用那个刀再把它劈开。这个羊舌头，我把它舌苔去掉。我就把羊脑破开，这是从里面抠出来的羊脑。我们两个无论头发无论头发吃了好多大鱼了啊。
酱香面包蟹，来一小块啊，感觉有食欲的铁子来个双击，黄，喝两回。有没有再吃？